你敢不相信？ 甚至到我要发生车祸之前，都还会一直想办法来保护你。这个这么小的小弟，都是想讲看会当赶紧让你清醒，让你感冒，一直嘛发生车祸，还搁倒伫内面咧动手术。 你个店家贵个是嘛，无法度让我改变明年发生车祸的事实。弟弟，弟弟，爸，多谢。你多谢个兄弟公司。 我甲上帝救助，一世人，我要给你相信，让你流目屎。我救助，一世人我要给你一个圆满、幸福的日子。你呢？你甲上帝讲什么？我讲，我愿意跟你做伙落地家。 家里爱我，明慧啊，安怎？即摆安怎？彭春台，来，你坐啊。文贤，因即摆安怎？是嘞，阮所有医生团队拢已经整理啊。你讲想要去看文贤，想要一面。 我拢整理好啊！阿妹，阿姑，水花嘞，水花，即马搁伫遐整理。阿姨呢？阿姨呢？虽然讲伊脑部手术即马已经完成了。 也毋过，伊个状况也是真无乐观。伊即摆昏迷指数只有3。明慧，你一定爱甲救，我拜托你，无论用什么款代价，我拜托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。你即摆。
敢有想要先去看文献？我先去准备。你拢袂当为着爸爸，去喘一口气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，真正敢拢无想着我？有什么代志比你的性命较重要？你敢都爱冒着性命的危险去做？你哪会这冲动？你真不好，爸！爸！爸！文贤，我知影你不是不好，你甲瑞华拢已经离了，我了解，妈妈了解，啊，不过，请你一定要保庇云云，保庇云云留落来有好爸。文贤，你已经够有灵下，我今麦讲的话，你一定会当听到。是的，阿姐对不起你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会听小云云，我求你，求你给我跟家亮一个机会，阿姐求你。文贤，你一定爱有灵下。你叫我害个变害，云云这慢慢也过得受苦，你还帮助爸爸，帮助爸爸替你，替你讨回公道了。拢是我无好，我无应该将你冲破，给着你的车，才害你发生意外。其实我给你去找爸顾啥？正是我做这样做袂起情的代志，是你包容我，接受我。也无最后结果，竟然是安尼。这个就有，是的，真是的，我对不起你。
现场事故的环境监视画面调出来，这一截图。我新输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台小客车冲进造成刹车不及，司机一定有分给接受程序。那另外一张是什么？这是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一点。 用我这支测速器，把证明东西小客车超速超过限制很多。我的车边有停一台车，我来不注意掉。行车记录器。阿姊，我承认，是我对车辆有成见。 我嘛老实甲你讲，自你家己结婚开始，我无一天对伊无好感。文生，翁婿是我家己拣的，不管安怎，我拢爱维护伊。是啊，我的大姊，我嘛无法度拣啊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我嘛敢若会当维护你。文生。 我知道你这样心内真艰苦，要不我相信，你得继续选择站在我这边。所以我对不起我的兄弟，对不起我的爸爸。 不过早就已经决定，要甲伊做伙落地家，自我爱着伊刚开始，我一世人就无回头路通行。